十年前我来律所是因为您看上我这个人呢，还是因为吴老师他要求？当时还不是拜老吴逼他的门生收你所赐。听真话啊。当然是他要求，他命令我录用你，不容拒绝。完全没有因为我的一点点才能吗？当然你有多优秀啊，比你成绩简历漂亮的人多的是，要不是吴老强塞。你那么优秀，那么美好，我一定会尽我的所能帮你实现你的梦想的。